单元，问候和自我介绍。第三课，重庆山水。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Zhong Li has come to the beautiful mountain city Chongqing. She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well-known landscape of Chongqing. Fortunately, Jiang Xue knows this very well. She will be a good guide. What will they talk about? Now, let's review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m. 你是第一次来重庆吗？对，我喜欢重庆。你喜欢重庆的什么？我喜欢重庆的山水，非常美。你去过歌乐山吗？没有，你可以带我去吗？当然可以，我们走吧。Now, 第一次, let's learn 第一次, the new for words. The first time. 你是第一次来重庆吗？你是第一次来重庆吗？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to come to Chongqing? 我是第一次来泰国。我是第一次来泰国。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Thailand.喜欢，喜欢 ，like。我喜欢重庆，我喜欢重庆。I like 重庆 ，I like 重庆。我喜欢蓝色，我喜欢蓝色。I like blue。重庆，重庆。重庆的山水，重庆的山水 ，the landscape of 重庆。山，山 ，mountain。重庆是山城，重庆是山城，重庆 is a mountain city。非常。非常 ，very, very, 非常美，非常美 ，very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非常好，非常好 ，very nice, 美，美 ，beautiful。重庆的山水非常美。重庆的山水非常美。The landscape of 重庆 is very beautiful. 走，走 ，go， 走吧，走吧 ，let's go。我们，我们 ，we。Or us.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Let's go. 学习完了生词，
同学们觉得怎么样？接下来，老师有一个小问题要考考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课文中的钟丽是第几次来重庆吗？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你是第一次来重庆吗？对，我喜欢重庆。同学们都说对了吗？钟丽是第一次来重庆。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语法点需要大家掌握，那就是第加数词加次这个句式。例如，丽丽今天来到了美丽的泰国。在此之前，她从没来过泰国。那我们就可以说，丽丽是第一次来泰国。那么，如果丽丽之前已经来过一次泰国了呢？对啦，非常棒。那就可以说丽丽是第二次来泰国。好啦，相信同学们已经很好的掌握这个句式了。那接下来老师又有问题要问啦。课文中的钟丽去过歌乐山吗？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去过歌乐山吗？没有。你可以带我去吗？当然可以，我们走吧。答案是钟丽没有去过歌乐山。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语法点需要同学们掌握，那就是动词加过的句式。过用在动词之后，表示动词曾经发生过，但并没有持续到现在，说的是过去的事。比如吃过、看过、听过。图中的小女孩叫丽丽，同学们觉得丽丽吃过苹果吗？对啦，同学们太棒了，丽丽吃过苹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看看同学们掌握的怎么样吧。小芳在公园里遇到了小明，他想知道小明有没有去过仙女山，那么他该怎么问呢？小明又会怎么回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会怎么说。你去过仙女山吗？我没去过。怎么样，这个语法点同学们都掌握了吗？说到歌乐山和仙女山，有很多同学好奇，重庆怎么有这么多山呀？这些山又都有什么特点呢？别急，接下来老师就来给大家介绍我们重庆的名山。歌乐山，歌乐山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素有渝西第一峰、山城绿宝石之美誉。为什么叫歌乐山？据说是因为大禹会诸侯于涂山，召众兵歌乐于此而得名。仙女山，仙女山，国家5A级风景区，
重庆十佳旅游景点。传说很久以前，七仙女贪恋人间景色，偷偷地来到此山，并与凡人日久生情，私定终身。不久被王母知道，将他们重罚变成巨石，后人将此命名为仙女山。缙云山。重庆缙云山素有缙灵云霞之美誉，位于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畔，是观日出，览云海，夏避暑，冬赏雾，以及观赏常绿阔叶林自然景观的绝佳去处。李商隐所作《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中的巴山，指的就是缙云山。金佛山。金佛山，每当夏秋晚晴，日落斜晖把层层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如一尊金身大佛交射出万道霞光，异常壮观美丽而得名。好啦，本节课的内容到此就结束了，怎么样，同学们都掌握了吗？下课之后还需要同学们多多练习哦。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